你就是雷锋。你都知道我是雷锋，我还敢说我？我才不信呢。你看，就这字儿你不认识啊？这字儿我写的字儿啊？这字儿你还不认识吗？这八大山人的字儿。愁死我了，不想跟你在一起，特别讨厌你。怎么？你吃了没有？我都发烧，你还逗我？你真的是雷锋吗？是啊。那是你买的。对啊。哎，你那么大方。为什么除了我还谁能干这个事儿？哎呦，不能！你从来不是个大方人。还说呢，昨天吃饭不给肉吃，完了之后我给你加点肉吧，你稍微等一会儿。我们家阿姨做面，惊天地，泣鬼神。你是不是想吃面？我说对。你稍微等一会儿，我让我家阿姨惊天地，泣鬼神，给你做一碗面。我说好，我等。然后再一看表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。我说你家阿姨什么时候给我做面？坏了，她说我，她去哄我闺女睡觉去了。说好了，打电话说好了吃肉，去了以后，咔咔咔，四个小菜，白菜啊，菜花啊。外加一粉条子，不是我，你那火锅不都那样的吗？你不给肉吃呢？有牛肉当时吗？你一开始没有牛肉，你第二次才给我牛肉吃。没有海鲜，有虾、鲍鱼。你我吃了你了，鲍鱼这么大，鲍鱼，我还有多小的鲍鱼？我吃了，我跟你说，还不如我去大连，我的干妈，她的亲妈。那老太太早上5点多起来，让哥哥给我买那个那大鲍鱼，那个蟹子都那么大，到他家去，鲍鱼。